果特朗普連任，預期咧現行政策唔會有太大改變，例如減税、防疫政策等等啦。但係根據特朗普過往嘅行徑啊，佢嘅個人行為咧係比較難預測，未來嘅政策咧亦都可能會隨時突然改變。特朗普如果連任嘅話咧，佢可能會貫徹之前嘅對華政策，甚至係加劇，特別係貿易戰。如果拜登當選，一些特朗普政府現行的政策或會改變，例如減税安排、科技公司監控等，屆時要留意一下政策的改變對美國帶來什麼影響。中美關係方面，因為拜登對中方的態度沒有特朗普那麼強硬，關稅戰亦都可能會緩和，短期內有望緩解中美直接的經濟緊張關係。至於特朗普指如果拜登當選就會拒絕承認結果，這個似乎是出口術機會比較大一點，未必會真正實行，因為要選舉呈請勝訴，宣判選舉結果無效，並非容易做到的。整體來說，拜登當選會產生較大的政策轉變，但中美關係短期有望緩和，不過中長線可能仍然時有衝突的。如果特朗普連任的話，因為現行的政策不會有太大的改變，所以短期之內市場的走向會跟現在的市況較為接近。但是從特朗普過去四年在任時的表現可見，他的個人行為是比較難預測，因此長遠來說市場仍存在較大的波動性，例如中美關係的時鐘時緊亦都會持續增加市場的不穩定性。如果拜登當選的話，現行的政策或會出現大轉變，例如近年美國企業是靠減稅來支持盈利的，如果取消減稅政策的話，會對美國企業帶來負面影響，自然亦都會影響美國經濟以至股市表現。如果拜登當選的話，亦都會增加市場的波動性。美國以至全球股市的長遠走向都是要看基本的經濟面。受到疫情衝擊，美國第二季 GDP 是負 31%， 失業率仍然都高企。無論誰當選，如果沒辦法搞經濟，市場都是比較難復甦，甚至有可能會出現第二波的下跌，投資者要小心風險了。無論誰當選，短期市況都預料比較波動，以至長遠來說市況都難以穩定，投資者適宜作分散風險的部署。為了緩解美國大選期間市場波動的影響，投資者可以考慮採取全球多元化的投資組合，分散投資到美國和亞洲股票，因為科技股在這兩地的市場的指數佔比較大，而且具備較吸引力的結構性增長機會。至於債券市場方面，投資者可以考慮全球投資級別的企業債券、新興市場和亞洲主要貨幣債券，因為企業債券價格主要受聯儲局的政策和全球流動資金的主導，如果全球低息環境持續，市場流動性保持充裕，債券仍然都會受到投資者的追捧，而債券和股票的負相關性亦都可以緩和股票的波動，有效分散投資組合的風險。無論大選結果如何，投資者亦都可以透過不同類型的投資產品進行多元化的資產配置，因為從基本因素來看，疫症後復甦的前景、刺激政策的支持、企業盈利以及全球流動資金是推動資產價格的因素，比起政治因素更加重要。美國大選結果即將出爐，投資者可以藉著美國大選作為一個檢視自身投資組合的機會，應付突如其來的波動市況。單位信託基金就是其中一個選擇，可以讓你投資於世界各地不同的市場和各種不同類別的資產，包括證券、債券、外幣和商品市場，有助控制風險，維持穩定回報。